所说之事，你待如何？我早他妈不想干了。小徒儿生，那个女子不是阴司成员，那个女子不是阴暗成痕。不！让他彻底热血变得不是我会揍你的，我会带你出来。逆斩不杀，广修仙道。你有什么资格判断我的对错？天定又是何人给天的权利？你看他现在真的算好好活着吗？他只不过是想和他在一起吧。这是谁的目标？给我魏王的夫君和我自己。长安，我向你此生永不得安。心房快塌了，儿身你快死了，快活着，苟且偷生，我也要活着。长安，我不杀他们，我会为你打开障碍，但若你找不到证据，此后数万年都会被困于此。你当真不后悔？你猜呢？你强硬要与我为敌了吗？你不是想救他吗？毁了这些吧，毁了这些吧。我在这里遇见了长远。